漂亮的地板给球找到了 Darian Toews 双手扣篮。这个两个人组可以看到，其实文成来到高位的地方，其实豪斯在禁区已经要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。南非先玩了一个球手。预判到对方这个急停跳投，非常漂亮，也是干净的火锅。哇，抓得好准的一球！浦原是不是可以继续这样子坚持下去 ？O'Brien 现在对位的是简浩，身高上面的一个优势。右边底线张龙先出手 ，O'Brien 40-36 ，O'Brien 三分球再来 ，O'Brien。拿球之后马上出手 ，O'Brien 第三节他的手感，轰下了14分的 O'Brien， 现在玩最接近冠军的一球，外围的一个出手又投进。